今天又是有点乌云密布，还比较凉快一点。现在还没有人来上班。哎呀，过来。啊，就像这个金毛一样，无所事事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早上好呀。这两天又是躺平的一天，这两天车间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做。这两天我们这里来那个质量体系认证，都是陪着人家那些专家，俗称专家的，都在那里看资料。今年的生意真的是太差了，我们已经闲了好长时间了，每天都是这样来吃顿饭，下班就回家了，事情也没得做。他们车间也一样，上个星期闲了一个星期，这个星期有点事做。我们基本上都是闲着，我们车间很多时候我心里还是挺慌的，又没事情做，感觉哪哪都不舒服。因为这两年都是这样，前些年我们是特别的忙，这两年是特别的闲，也没有事情做。一年365天，最多最多上就是按正常的话就上的时候上的100多天班吧，剩的都是闲着，真是太难了。想改行又改不了，不知道做什么，不改行又是这要死不活的，每天在公司里面变得颓废了，也没什么动力，就是睡觉，然后不知道做什么。这个年龄真的是重新找工作，像我们这个40岁根本找不到，好像就只能这么耗着，也没有精力去学一学什么，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。因为疫情，我们的这里的那些业务员出差也是比较少，都是基本都是在公司里面，没有出去，所以生意拉的比较少，真是很愁人。那我每天还可以打扫一下卫生，消磨一下时间，别的同事就是来睡一觉，然后吃了饭下午就回家了。我还是希望有事做，不能像现在这种无所事事的，整个人都废了。希望下一步能够多一点那个订单吧。